我们是拍准备尽量都是准备非常的充足啊，待会如果有不够可以跟我们反映。那我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，我们厕所在那边，对，厕所在那边，那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需求，是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工作人员，我们工作人员在前面那边，对。那我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其实这个场地的主人啊，我们也是感谢那个。玉珍，玉珍可以跟他握个手。对，所以其实这边我们的这边场地，都是我们玉珍他们整个家族所有的这样子，所以也是感谢大家提供的场地。对，那好，那我们第一个会先，各位有没有吃饱啊？有吗？吃了一点点电费。有。有吗？那我们接下来会开始第一个小游戏活动。那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有奖品，每场活动都有奖品。甚至各位觉得食材不够，我们还有很多隐藏食材，就是我们的奖品。所以各位要代表你们的组别，好好争取奖品，你们就有一些不错的隐藏食材。那我先邀请我们第一位活动的主持人信兵，那信兵来为我们带来一个我们的进化论的游戏。那我们掌声欢迎信兵。耶！可以吗？有了。对。好。大家好，给我一个回应，给我一个回应。妹，这一周最年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好。这个我们第一个活动呢，叫做进化论。我们每一组，我们派大家可以玩的人，跟我一起到篮球场这边，好不好？因为那里的影子会比较够一点。大小朋友都可以吗？对，大小朋友都可以。有小朋友非常踊跃。小朋友非常踊跃，越多人参加得奖几率越高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没有，尽量多一点人，留那个几率比较大，留两三个可以聊成两三个复活就好。对，越多人来得奖几率越高。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，会有剪刀石头布吗？对，非常简单。都可以，尽量派。我们有一两个人，有一两个人复活就好，大家可以尽量参加，尽量玩。不要解释给你们，我们先往这里移动好吗？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每组留两个人烤肉就好，其他人一起来玩，人越多越有竞争的感觉。我慢慢移动了。哇，人越多人去得奖越高，无所谓。好，那边还有很多人呢。小薇，我需要你。小薇，来，跟我一起来，一二三，小薇，一二三，小薇，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。哎，老哥需要叫名字才约出来的吗？不能玩啦！来来，一二三，不能玩。